哦，我的老天哪！哦，我的老天哪！ 小猪佩奇的爸爸猪爸爸在户外捉到了一只可爱的小蚂蚱，他带着蚂蚱想要送给佩奇和乔治，但是却碰到了巫婆小猪，被巫婆小猪用魔法将蚂蚱变成了巨型的蚂蚱。猪爸爸非常的害怕，快速的跑回了家，找到了佩奇，佩奇用他的魔法棒将蚂蚱变回了原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 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青色、深灰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